干嘛干嘛？我马屁拍得太恶心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不是，我最近都会这样子，就是莫名其妙就会开始想吐。你这是孕吐，我去帮你倒水。孕吐了？啊，来，还好我有带。来，要不要吃这个？这是什么？苏打饼干？嗯。大海。 你也是要舒打饼可以缓解孕吐啊？那当然，我可是做过功课的。那你怎么随身携带啊？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。来，谢谢。客气。实在是太暖了，必须占为己有。大海，我这边有一些资深熟女爱穿的服饰专柜礼券，不知道由妈妈想不想要。 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我知道你也有，但这是我对尤妈妈的一点心意。阿琪，嗯，你是个好女孩，但是很抱歉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嗯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不可能？你应该喜欢我吧？ 想太多了啦！虽然你是很英俊、潇洒、幽默、风趣、温柔、体贴，没错，但要说我喜欢你，不确定哎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就好。那我先去忙了啊，走了。大海。哎。 喝牛奶补充营养的时间到了。哎呦，谢谢你，大海，每次都送我牛奶，我觉得我应该也要回馈你一些，不然这样好像在占你便宜。我们之间需要计较这个吗？啊，对了，要不要配苏打饼干？哎，我也有。<笑>你也准备了？对啊，你上次说这可以缓解孕吐，所以我就去准备了一些。 刚好不接电话，不能接，是我妈打来的。你要不要先挂断？不行，挂断会很可怕。怎样可怕？他会直接杀过来。这么夸张？ 又打来了，不要理他，我们继续聊。不然我先帮你接好了，我就说你在忙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他会对你身家调查。我就说我是你秘书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很有长辈缘，我都知道怎么跟他们应对。而且你妈已经连续打两通了，应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。你不是独子吗？你如果这样不接电话的话，他应该会更担心哦。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接好了。我决定了，我这阵子都不会再跟他联络，也不会再跟他见面了。你是想测试自己的心？漂亮，不愧是我兄弟，了解我。小云，你的牛奶来喽。我的牛奶？是大海叫我帮他拿进来的啦。 大海来了，那叫他进来啊。他就说他很忙啊，但是刚刚还是拉着我在外面讲话，讲了快3分钟。他跟你说什么？就是要我叮咛你要记得喝牛奶，然后要你不要太累，不要太常站着。反正差不多就是他每次来会说的那些啦。